今次就同大家介绍下呢支最受初学者欢迎嘅 Jason 吉他，一齐嚟听下佢嘅声系点先。好有質感呢，這支就是40寸的 Jason 吉他，它有22個琴格，它的聲音聽落之所以這麼清脆，全因為它的面板和底質板是用了雲杉木和梅蘭低去做的。雲杉木是由英格蘭入口，出名重量輕、質地軟，音色非常之好，很適合用來掃曲和自彈自唱，配合清脆的梅蘭低木簡直是完美啊。連著名的日本品牌 Yamaha 都有部分的入門吉他是用這種木材去做背質板的，而它的指板是用了玫瑰木去做的，硬度比较高，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。而其中最特别的卖点就是它的颜色。Jason 拆色款吉他是由拆色师在原本朴素的表面上面做了多重的拆色工序，令到每一支吉他都拥有独一无二的颜色，真的很特别啊。Jason 拆色款吉他有三种颜色给你去选择。现在做紧个优惠，加少少钱就可以换购 Levi's 原厂吉他袋了。要出街 busking 的话就方便得多了。